掉头来桃园集运绿线工程正在进行，这是影响附近周边店头的生意，因的生意都一直落大受影响。啊，那地税局现在是有予房屋税减税优惠，也毋过呢，减税是好着厝头家，对遮个做店头的做生意的店家来讲，无啥物好康。议员即马就建议讲，应该爱有配套来减少遮个店头的损失。桃园集运绿线工程进行，过下工区四口位店家和工程雨难冻掉的，生意真受影响。桃园市政府虽然针对公共工程影响房屋，和房屋税减免优惠，也毋过承租店家会当讲无实质受益。无方便，阁无人入来买哦，夸张啊！可以说要收起来的程度，应该是要补贴我们做生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啊，我们是租的，对我们来讲没有补助到啊，受影响是我们啊，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也没有什么作用啊。这怎么办？就是撑啊！地税局统计，前期因为集运时间影响四口位厝，已经核准房屋税减免5110件，税额大约是1168万。三个以上，如果是全部封闭、全部阻断的，我们就是7折。那如果是部分阻断，就是单面封闭的那种，就打8折。地税局表示，桃园房屋税减免是六都上优惠，公用工程达到3个月以上，相关会当减免30%，也希望厝头家会当让利，促使厝卡长期作用。因个租赁市场是供给需求问题，公款就无适合过度介入。减征房屋税的美意，要能够真正的补偿到受到影响的店家，尤其是有很多店家，他跟房东签的是一个长约哈。经发局也应该要积极的增加一些减免的项目，增加一些补贴，甚至辅导商家做更多的通路的铺排。议员认为，真侪店家根本不是家己有厝，帮助有限，应该爱有配套减缓公共工程对店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冲击，也建议市府愿意拿厝头家有出租事实，搁提供厝卡减租的人，另外提悬减定比例补偿店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